203这一题就是，你给他一个字串，这个字串你自己可以去找了，或者说你用这个也可以。那中间我们用什么？用逗点把它分隔开来。不过特别注意哦，这边的逗点是半形的逗点啊，你不能用全形。它全形半形其实是视为两个不一样的字串哈，所以要这个要特别注意，就是中间。那当我传参数，所以传参数部分的话，我们上一题有讲过，就是这个地方后面你就把它放在那个我们的。这个设置配置里面有个 argument， 就是你可以传一个字串过来。那传过来之后的话，它会有一些这个，应该是这边，这边有四个字，等于是一个字串中间用逗点把它分开来，好。那你们可以自己找一个字串，或者从网络新闻里面去复制贴上也 OK 哈。那这里的话呢，如果字串不得有空白或必须以，就是其实就是以逗点分开就对了。那最后的话显示出来就是逗号隔开的字串啊，总共有几个？实际上就切开了，因为有三个逗点，所以切开来有四个啊。然后呢，最后再把这四个就是阵列放在阵列里面的东西把它输出。那输出的格式就是1.2.3.4.，好，前面这个部分你要其实就跑一个回圈嘛，把这回圈里面，那回圈的话里面有 i 嘛，那 i 的部分的话你就是给它，当然阵列是从0开始啊，不过编号你可以自己再加一，好，加一之后，然后再分别把这个阵列输出，好，其实这一题如果你前面练习都做得很完整的话，应该马上可以想得出来，好，所以这个也算是简单一个 sample， 那请各位也练习一下。啊，当然尽量哈，我们最好是可以自己想过，然后自己把它写出来，因为这个真的不是太难，啊，你第一个先取得那个 argument， 你那个参数嘛，取得之后的话怎么样，用把它放在一个阵列，把它放在一个字串里面，再建立一个阵列，那阵列如果说我长度不知道的话，啊，我们可以先怎么样呢？先切嘛，然后或者是你也可以先算一下到底这个地方逗点有几个也可以啦，诸如此类的。那这个方法的话，我想各位先想想看，那最后输出的结果要像这样子 ，OK。好，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哈，试试看。这一题基本上就是一个输入一个字串，那特别注意那个字串呢中间不能空白，因为参数后面如果加一个空白的话，会视为第二个参数，好，第二个参数，所以。这边的话呢，中间不能有空白。如果有空白的话，那必须警告哦。这边有输出这个参数错误啊，字串不得有空白，好，必须以那个逗点隔开。那假设我今天哈，这边，比如说我从网络新闻哈截录一段，那当然是哦，这边是中间那个逗点哈，请你用那个取代把它取代一下，全形跟半形，好，否则的话你。全形跟半形是不同的，它会视为不一样，所以你可以用记事本把它取代一下，取代之后的话呢，再到你的专案上面按右键内容，这边把它建立一个配置后编辑进到里面来，那这边的话呢就把它贴到这里，那中间有逗点的地方它就会把它切开来，它特别是中间不能有那个 空白的部分，你不能说这样加一个空白的话，它会把前面这一段跟后面这一段视为两个参数了，好，参数一参数二，好 ，OK， 那这边的话呢，我们来试试看，如果说我这边先把空白先去掉，按个确定啊，来 run 一下，那基本上 run 出来的话呢，执行出来结果，好，因为我中间有中间有五个逗点，好，所以隔开来之后的话，就会是类似像这样，哈，一二到六，哈 ，OK， 那这个地方要怎么程式要怎么 run 啊？第一个。我大概的写法是这样，我会分成，有四个步骤啊。第一个步骤是判断是否有两个以上的参数。那什么叫两个以上的参数？因为我现在进来的话，因为只有一个，所以一定会不会进到这个叙述啊，会跳过。那如果说我今天会进到这，主要是按右键内容啊，我把这个地方编辑配置一下。我比如说我这边按空白键，空白键的话变成说怎么样？它的参数变成前面然后两个按确定，那我直接执行的话会出现什么？参数错误，字串中不得有空白。好，
那其实我们用这个除错模式来看，应该也可以看得到，比如到这里哈，这个长度这个这边你看不到这个变数 ，OK， 那我们执行之后的话，如果你有空白的话，它就会本来是应该是零嘛，啊不，本来是一啦，一个只要一个哈，然后呢会，实际上如果说空白拿掉的话，我们主要是要取得的是那个参数里面的这个，把空白拿掉，参数里面的第一个了哈，就是其实就是阵列里面的这第一个零哈 ，args0 哈，那接下来的话呢？如果有错误的话，就输出什么参数错误这一段这个字串。那跑到这边来，如果说我今天不要让程式继续跑的话，让它跳离哈，你可以在这边用一个 system 点 exists 后面加一个零，它就会直接什么从第六行直接跳到第20行，直接就跳离了。哦，也就是说如果错误的话呢，直接从这边跳到这边，哦，它不会继续往下跑了。一个 exists system 点 exists。括弧参数零，哈，就直接跳离了。OK， 那这个是如果参数超过一个以上的话，再来的话呢，如果说不是的话，那我们就取得什么呢？这个参数里面的第一个编号一啦，所以索引值是零，哈，从零开始。然后呢，取得这个字串之后的话，丢给 string 一，好 ，string 这个物件。再来的话呢，我切割怎么切割呢？这个丢到这边来，用什么呢？split 中间加一个逗点，哦，半形的逗点，然后切完之后的话呢，直接在前面再宣告一个 string 的一个字串，一个阵列，哈，字串阵列。啊，刚刚我讲过，这个把它摆前面好了，可以摆前面好了 ，OK。切完之后的这个结果会怎么样呢？放在这里面。那放在这里面之后的话呢，接下来哈，我要怎么样子？就是切完之后它一定是一整串的，我要怎么样呢？把它分割开来。那分割开来就是透过 split 把它分割，分割完之后放在这个阵列里面，所以基本上哈，零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总共有五个字串阵列，那前面要加一点、二点到六，有没有？那这个地方的话怎么输出呢？特别注意第一个，先输出哈，逗点隔开的字串共有几个？后面的话呢，加上什么？加上了长度，这个长度指的是什么呢？指的是我们切割完之后的。这个，好，所以总共六个，输出这边就输出六。再来底下的话呢，一点、二点这个地方的话，跑一个回圈 ，i 等于零，然后呢 ，i 当它小于这个阵列长度的时候呢，哈，就跑回圈加。那输出的话，即一点这个地方的话，就把 i 加一，好，因为它从零开始，后面加上一个点，再把这一个。字串阵列里面的0到5分别把它串在后面，那串在后面之后的话，显示出来就是我们要的结果了。好，所以基本上会有四个步骤，先判断，好，然后呢再将第一个，特别是第一个参数，因为我们也只能够一个参数，好，然后把它做切割，并且把它秀出来。OK， 那这里的话，我想各位试试看，把这一题啊试着完成哦。